潘玮柏市长说这个母鸡太弱了，所以小鸡都跑掉，市长觉得这回事吗？你看我们两个小鸡都在这里啊，等到现在好像国民党小鸡快跑光了，侯友宜有点太弱了吧。你知道台湾这上严重是什么代志？你知无？战争对无？两岸足紧张，足紧张的，足紧张的。没错。我拄着外国人，不管来投资的也好，还是外交官也好，但咱问一句话尔：啊，台湾会战争的？台湾会战争的？哇，问起来。真严肃的问题，两岸这几年啊，哎，两岸从来都无咧对话交流，大家互相无信任，所以两岸交流够紧张咧。所以这摆总统的选举上重要，你若无国家安全，什么代志拢要讲，大家听无？听。黄伟哲市长说这个。母鸡太弱了，所以小鸡都跑掉了，市长觉得这回事吗？你看我们两个小鸡都在这里啊，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跟小鸡，我们所有的立委啊，都一起跟我们的市民，跟我们的民众在一起，我都会帮你感心感到到底怕点，一笔用金点，赢得最后胜利。柯文哲说他会参选到底，你会不会担心说再也势力无法整合，那可能最后是让民进党赢？柯文哲在想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了哈。啊，我想什么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坚定，我的步伐，向前行。